你还记得我们的洗衣机，上一个洗衣机生锈生锈很厉害吗？嗯哼，就买了一个架子把它垫高，因为我怕这架洗衣机以后也会生锈，然后把地上弄到把它给脏。洗衣机很重耶，这个架子可以，就是那我就试试看看这个架子撑得住吗，而且会不会稳。Very interesting， 来看一下，看看怎么装。四个轮子，要贴条。我还有 measuring tape。我在 measure， 什么？零 ，46， yeah， 55。46 and 55 OK， 先把这个装好先。OK， 要measure这个 46。那脚是放在这边吗？ Yeah. 还是放在哪里？应该是吧。那你量是量哪里？量那个脚。OK。这是55。那架子很便宜的，10多块。嗯。OK， 55就 OK。站上去看看。你不要跌倒哦。那你把前面推上来先。OK， 好，现在可以推进去了。哇，一个人也可以推到现在。可以 lift up 一下吗？你到哪里？这样一点点。哎，我不懂有没有比较稳，可是应该是没有不稳。It is spinning. You 比较稳。